为什么只有他一出现就有这么多的巧合？要买好吃的，哦，还是要买好玩的？星星哥哥，你在烦恼什么？彩虹姐姐，我在想啊，船长给我的海盗金币要来买什么比较好嘞？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存进铺满里，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小朋友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。谢谢小朋友的提醒。哎，不花钱又好玩的游戏开始喽！先吃哪一个好嘞？不如你们一起让进到我的肚子里吧。哎呦，小巴，你也给人家吃一口嘛。嗯，哎，这个可是我辛苦帮章鱼船长按摩脚得到的海盗金币买来的耶。嗯，海盗金币？那你总共拿到多少啊？哦，那我来算算看哦。一只章鱼脚，一枚金币。船长有八只脚，有八枚金币。船长，我按摩的功力也是一级棒的，我来帮你。我还有力气，一起来。啊！敲敲敲敲敲敲敲。你。敲敲敲敲敲敲敲。你。怎么样，船长，你舒服吗？那海盗金币，什么没有了？哦，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手好酸哦。那现在只好乖乖的来玩猜谜游戏，拿宝物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铅笔，意思是说细细长长的，像铅笔一样。可是它又不是铅笔，这个东西的外形跟我的身材很像，一样是又细又长。对啊，这个细细长长，长得像铅笔又实用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平常的好帮手哦。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想到哪些东西是细细长长的呢？我有，我知道。你们都很聪明耶，不过我在提醒你们哦，这个东西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用具。每天都会用的用具到底是什么呢？赶快想一想哦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。你们猜不到。小朋友的答案有很多耶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正确的。先别着急，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提示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双胞胎，这个
是两只一组，所以呢，不管是高矮胖瘦都一样哦，就像双胞胎了。没错，使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两只，这样吃饭的时候才方便呢。哎呦，小巴不能说吃饭要用的。哦，那吃面的时候才方便。还不是一样？那太简单了，小朋友好像猜到答案喽。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。我们大声说答案是什么？筷子。没错，我们答案就是筷子。哦，是不是筷子呢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细细长长的，像筷子一样，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双胞胎用具就是筷子。哦，他们猜对了。拍拍手。Yummy。好吃，好吃。是他们的了，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后羿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，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又输了。如果不说吃饭或吃面要用的，说不定就不会输了。阿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，舒服。那我再加强。加强。远方有一辆大巴士，怎么比别的巴士都大台？东摇西晃，东摇西晃，左摇右摆，摇摇摆摆开过来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红绿灯他们看不懂，撞了霓虹灯变成变色龙，紫电蓝绿黄橙红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一看到夜市就发疯，吃到辣椒变成喷火龙，咻咻咻，轰轰轰。Hello Hello Hello 恐龙大巴士，好多好多好多恐龙一起来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，真是开心，摇摇摆摆开过来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最讨厌别人说他们怂，学打电动玩泡泡龙。没到过都市的大恐龙，花衬衫配上蓝白拖，碰到坏人就变李小龙，哇啦真英勇。Hello Hello Hello 恐龙大巴士，好多好多好多恐龙一起来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，真是开心，摇摇摆摆开过来。Hello Hello Hello 恐龙大巴士，好多好多好多恐龙一起来，欢迎光临欢迎光临，真是开心，拜拜。Thank you.
起好朋友，等到长大后彼此不荒谬，小小手指头连接你和我，约定放心中，永远手心有，张开手星星闪烁，面对面握一握手，手手拍拍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勾勾，勾个小妞妞。一二三四五，五根手指头。呀呀呀呀大拇哥。一二三四五，五根手指头。我们做朋友，超级好朋友。等到长大后，彼此不荒谬。小小手指头，连接你。Colorful， 创造幸福梦想，爱会更多。悠悠 Colorful， 抓住童年时刻最真感动。我也爱你，你也爱我，陪你长大的朋友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唱得真好。西瓜哥哥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唱歌啊？因为呢，今天的我有话要说呢，要来介绍的呢，刚好就跟唱歌有关系哦。马上呢，来看看我们恩馨的作品。恩馨呢非常的厉害哦，他画的是小朋友在唱歌，而且他只有四岁，观察力却非常非常的敏锐，他把舞台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细节都描绘得一清二楚呢。真的吗？那我也要来看一看。哦，真的耶，画里面还有灯光加上红色的布幕，真的非常的仔细哦。画上面呢，他们两个小朋友周围还围绕着绿色的音符，手上拿着紫色麦克风唱起歌来，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哦。哇，这个演出一定非常的精彩。那西瓜哥哥，你有曾经站在舞台上面表演过吗？我来想想哦，有了，以前我参加过相声比赛，而且呢还得到了第五名。第五名，好厉害哦！可是那时候参加的刚好只有五组而已啦。啊，真的哦。那彩虹姐姐，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呢？有啊，记得有一年圣诞节，我还有我的妈妈一起参加大声公比赛，我们得了第一名，还抱回一个会唱歌的娃娃哦。大声公比赛，好适合你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西瓜哥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恩馨，参加比赛的时候千万记得不能紧张，还要加油加油加油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悠悠 colorfu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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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orful。找不到，球球球球不见了，全家出动。
剪掉。忽然听见狗狗，它好像在偷笑，原来它正在我里呀。手掌掰呀掰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厉害。小猴子跳出来，红红屁股掰呀掰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高乖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熊月，我爱吃蜂蜜小咪咪。大家来做好朋友。虎扑穿山甲，老鹰水獭和鱼豹，黑熊猫熊无尾熊，欢迎大家来热闹，保护爱护你学会，动物朋友开玩笑。小花鹿跳出来，花花衣裳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，跟他比比谁可爱。小野猪跳出来，圆圆肚子摆呀摆，小朋友快点来，他比比谁最帅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 哦耶，我爱躲你藏到神秘。大家来做好朋友，握握手 say hello。怎么了？很冷的话就要多穿点衣服，而且感冒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呢。星星哥哥，你看，下雪了。雪？哪里有雪啊？今天天气这么热，怎么可能会下雪？哎呀，是这里下雪了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子涵小朋友的作品哦，他要告诉大家，他们全家人一起去看冰雕展。穿着厚厚的雪衣，戴着毛帽，还有温暖的手套，一起开心的打雪仗，还有堆雪人呢。嗯，而且子涵还要跟大家分享他在冰雕展看到的彩色冰雕，还有很多很棒的冰雕作品。重点是啊，蜜蜂姐姐，你今天这身打扮跟图画里的人好像哦。对呀，我们都有毛帽，还有温暖的手套。
可是人家子涵明明是画了一幅很开心很欢乐的画，可是你在那一边，我好冷哦，谁要买我的火柴？你好好笑哦。真的吗？那不然我从卖火柴的女孩变成活泼开朗的雪天使变身，哈哈。雪天使，那请问雪天使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你穿这么多，你不会热哦？哎，被你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有点热哎，呼，都流汗了。我看我去脱外套好了。哎哎，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雪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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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冷哦，真的好冷哦。